我吃我十八个，我最早还不是我一路买的呢。
过一楼来的，要知道呢。啊，然后冻冰哦。惊你啊！冻冰呢？大概摆到安尼，我最早开始我买，我买十几个，还有薯条。还要包我喝哦。包好喝。
道，很奇怪的频道，那种感觉就是不想买，但是就好像很纠结那种感觉，会想要买，但是有点纠结。然后想要买虾尾、全鱼东西也吃，太贵的鱼养不下去，所以都会挑中低价位的鱼下手，中高价位的鱼就会缩手。然后偶尔会有几个来中高价位的，今天的喜好大概是这样子。啊，哎，今天终于不来了，那是香鱼。阿肥帅哥岛。今天那挂在就放阿在。青南晴空。来不会。Thank you.